家好，我是 Rose， 今天分享大达美术馆传统版。一进来，虽然是众多美术馆中的小，但也是气势鼎盛。这里是最多人打卡拍照的地方，地下是洗手间，二楼是咖啡厅。这里是异常的细小，不过也是很多传统画作可看。不多说了，开始画作展示。认得这幅的画感是名作。这里人流都比较少，也是免费，超多人在这里写生。这里最多的是人物类画作，较少风景类的。这感觉会有密集式恐惧。来这馆必看的名画《镇馆之宝》这两幅，这幅感觉很有法式风情。